在这么有意义的日子里面，台湾传统周圆游会啊，我们丽娟雅韵非常的荣幸，也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啊。今天的歌手呢，都是我们洛杉矶经过历经百战出来的冠军歌手，也是我们啊洛杉矶的一线歌手啊。我就从右边开始介绍起，他是我们印尼侨友李秋平，再来是我们的王德芬，再来是我们的妈妈级的歌手陈秀芝，再来是我们哦，他很多歌都会唱，台语客语歌都会唱的廖英年，再来是我们啊卢君毅，他啊14岁就来美国，他的台语歌比我们这个年纪的讲得好，唱得好，等一下大家听听看他的台语经典老歌，谢谢。再来是我们林应杰夫妻档，他先生啊杨景忠，等一下为大家带来一首轻松活泼的台语歌，谢谢谢谢，掌声给我们鼓励好吗？谢谢。啊，那么呢，就由我首先开场，为大家带来一首台湾的女儿詹雅文的歌。詹雅文是一位慈善歌后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而且她多才多艺，她所有的歌都是自创曲。那么呢，我就带来这首《欢喜英雄惊喜大》，请大家掌声，谢谢。
啊，在台湾很受欢迎的。接下来呢，下一首呢是一位应该这样讲，是原唱是夫妻档唱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的歌手我刚刚介绍过了，林映洁跟他先生杨景忠也是夫妻档。那么这首歌是风铃声轻松活泼，而且他们还带表演我们欢迎林映洁跟杨景忠，请给他们掌声，欢迎他们上台，谢谢。
谢这首《风铃声》，给我们带来欢乐的气氛。接下来呢，这首歌呢特别，因为是我们台美人传统粥的总招。总招你在哪里？你点的歌哈，要注意听哦。不过现在还搞笑了哈。这首歌是《后街人生》。后街人生呢，大概有六七十年的歌，大概都怎样？大概从日剧时代到现在，你看他14岁来美国，他会唱这种经典的老歌。来，我们掌声大声一点来欢迎我们的卢俊义，这首《后街人生》，谢谢。
这首《深情海岸》，我们欢迎廖英莲，掌声欢迎我们廖英莲带来这首《深情海岸》。
手。啊，接下来呢，这首歌是《网络的春晖》。《网络的春晖》啊，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八点档连续剧。那么呢，八点档的连续剧也创造了很多的台语歌，而且都非常的受欢迎。那么呢，今天为我们带来演唱的是王德芬呢，他自己说他是蚵仔韩籍，可是呢，他台语唱得很好。掌声欢迎我们的王德芬，谢谢他，他是明星级的，来再次一下，谢谢各位长辈、各位嘉宾，大家好，辛苦了，坐在这边淋雨，但是呢，我们风雨无阻，感谢大家的参与这个活动，希望能尽兴，吃到您喜欢吃的好吃的小吃，谢谢，祝您母亲节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
有参加儿童创意绘画比赛的，快要时间快要截止哦，所以请在1:45之前去那个 booth number 15教你的画画，还有不要忘记要买儿童礼物的摸彩券哦，在舞台的左边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接下来呢是一首客语歌。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群的融合，那么客语歌这几年来也很多的创作曲也都很好听，那么这首客家本色特别喜欢，因为真的是歌词里面讲的代表的是客家的精神。我们欢迎廖一年，掌声。对了对了，谢谢啊，这首客家本色。
故事中是叙述一个小女孩从小被一个捡垃圾做 recycling 的老伯伯捡来认养做女儿。那么呢，这个小女儿长大之后呢，她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歌星，不晓得是不是她本人的故事。但是呢，这首歌由她的男朋友在生前帮她做了这首歌之后呢，她成名了。成名之后，她才子欲养而怎么样，亲不在。所以呢，这首歌有相当的意义。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李秋萍小姐，谢谢。Thank you.
很可惜，我们今天时间有限，但是呢，我们历坚亚运，由我为大家，我们带领的歌手，我们的制作是相当的水准啊、哦。所以呢，从今年我们就开办了第一届台语歌风华。那么呢，明年希望大家啊、时间预报出来，有空的话，请大家来捧场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。那么呢，希望我们后会有期。谢谢，祝福大家身体平安，啊，如意。那引咎今天的园游会，谢谢。